是的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朋友，请您小心，来试一下。酸、甜、香、辣，样样令人垂涎三尺。拥有220年历史的凤山古城，不但人文荟萃，丰益美食小吃的魅力更是无法挡。民众挤啊挤，就是等不及要一一品尝。现在被我来抢来打进我的套餐了。等一下要麻烦县长哈，我后边有一个屏风请来拍照呢，要拜托馆长甲小弟安尼加醋，也搁签一个名。在享用美食的同时，哇，这好吃啊！哦，阿叔，接着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，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。中哥救过，救过，赞。台湾的米，台湾的香菇，台湾的猪肉，对，恭喜台湾的，爱用爱心酥油，爱用油，对啊，台湾的米最，不要用大黑，不要三，不要三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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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庆祝凤山建成220周年，县府举办凤山十大美食票选，委托专业美食团评选出50大美食商家，并经由民众票选前10大美食人气王及人气总冠军。结果出炉，现场美食云集。县长杨秋新也亲自颁发匾额给获奖店家，为凤山美味挂保证，并骑上折叠车，欢迎民众搭乘捷运、骑单车，一起凤山古城趴趴走。品尝美食游凤山正式开始了，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哦。